欢迎收看本次的换档视频日常，让我们打开我们的 BGM。这次呢，我们来玩一个魔幻的新玩法。我们先把魔幻打乱，然后呢，照着镜子玩，就是你把魔方对着镜子，然后看镜子里的魔方，玩手中的魔方，不能看手中的魔方，只能看镜子里的魔方。那我们来开始吧，来四，这个就是一个绿色的，绿色的，感觉挺费脑子的一个玩法呀。需要你的空间思维能力很好的感觉。好了，就剩一个顶面了。顶面先发现顶面，好了，就差最后一步了，顶面。